讯体育8月12日讯，北京时间凌晨35分 ,2018 国际冠军杯最后一战在马德里大都会球场开战，马竞主场0-1负于国际米兰，蓝黑军新援老塔罗马丁内斯攻入精彩的凌空抽射，阿萨莫阿莫线助攻，科雷亚攻入一球，但被 VAR 取消，维托洛射中门框，国际冠军杯全部结束。国米以7分2个晋升球排名18队的第三名，仅次于热刺和多特蒙德。马竞以2分排名倒数第二，仅领先巴塞罗那。在先前的国际冠军杯赛事里，马竞1-1打平埃塞纳，点球3-1取胜。随后2-3输给巴黎圣日耳曼，国际米兰1-1打平切尔西，点球4-5落败。随后1-0击败里昂，两队都调整首发。马竞方面，科雷亚与迭戈科斯塔组成攻击线。国际米兰方面，新援老塔罗马丁内斯客串右路。第11分钟，伊扎尔迪与老塔罗配合后形成单刀之势，但奥布拉克出击排险。第19分钟，国米角球开出，马竞解围不远，波利塔诺外围凌空怒射，球贴着门楣高出。第31分钟，阿萨莫阿左路斜传后点，老塔罗马丁内斯后点触飞射右脚凌空抽射破门，国际米兰1-0领先。这是老塔罗在夏训期间攻入的第4个进球。第41分钟，菲利佩左路长途奔袭后大力抽射，球略略高出。第43分钟，科雷亚突破遇阻，米兰打解围失误，科卡禁区弧顶段下皮球后斜传入禁区，科雷亚禁区右路巨门8米处右脚推射破门，但是裁判在调阅 VAR 比赛录像后判罚科雷亚越位在先，进球无效。这是大都会球场首次使用 VAR 系统改判。第51分钟，马竞右路传中，迭戈科斯塔中路头球攻门，球略略高出。第55分钟，胡安弗兰士大力沉的劲射被达尔伯特用身体封堵。第58分钟，国米右路传中，老塔罗马丁内斯抢在科凯之前头球蹭射，球略略偏出左侧立柱，米兰达在全场掌声中被换下，这位马竞旧将与格列兹曼激情拥抱。下半场双方都大举换人，国米尝试3-4-3阵型。第90分钟，圣尔森马丁斯右路精确传中，维托洛点球点附近大力头锤攻门，汉达诺维奇做出神奇扑救单掌将球一打，球从门楣后弹出。出场阵容，马竞 4-4-2塞奥布拉克20胡阿弗兰斯阿里亚斯。第62分钟，奥戈丁35蒙特罗。第62分钟，24西门尼斯15萨维奇。第46分钟，3菲利佩路易斯鲁帕特14罗德里。第46分钟，6科凯18热尔森马丁斯。第62分钟，巴萨乌30奥拉贝。第62分钟，11勒马尔23维托洛。第62分钟，10科雷亚7格列兹曼。第62分钟，19迭戈科斯塔9卡利尼奇。第62分钟，国际米兰4-2-3-1汉达诺维奇33拉普罗西奥3拉诺基亚。第81分钟，23米兰达6德弗兰。第60分钟，3710克里尼亚尔。29达尔伯特巴贝西诺。87卡德雷瓦。第81分钟，18萨莫阿20博尔哈巴莱罗。第60分钟，16波利塔诺7卡拉莫。第70分钟，77布罗佐维奇加利亚尔迪尼。第60分钟，10老塔罗马丁内斯15若奥马里奥。第70分钟，91卡尔迪。冷血 FA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